就带各位来操作线上入会的流程。第一个，由推荐人线上申请发出邀请函给新会员，推荐人登入台湾美乐家官网，输入您的网络账号及密码，进入事业中心入会线上入会的页面，点选开始新的推荐。推荐人填写新顾客的姓名、电子信箱或手机号码，并由下拉选单选择新会员如何得知美乐家及选择台湾地区。协助推荐人的栏位则是可透过会员编号、手机、电子信箱搜寻，或是勾选下方我是协助推荐人。新顾客的辅导事业代表将会由系统优先安排到您组织有空缺的位置。当推荐手续完成时，如果有需要，你可以修改他的位置。确认新顾客得知公司会发送邀请函打勾，最后点选发送邀请函的方式是透过电子信箱或者是手机号码，画面即显示已发送邀请函。接下来，新会员收到电子信箱或简讯邀请函，由新会员直接点选连结，个人填写基本资料，新会员填写个人资料及扣款信用卡，系统会自动带出姓名、电子信箱或手机号码，用户名即是新会员未来网络账号名称，建议可设定为手机号码，并输入两次密码，填写身份证字号或统一证号，选择国籍及生日，并输入电子信箱及通讯电话，点选继续。填写户籍地址及信用卡扣款账号资料，阅读下方入会须知并勾选后，点选继续。选择35点预备订单，并点选提交，即完成美乐家账户设立，点选开始购物。当新会员完成第一张35点订单同时，入会费用也同时带入。完成结账后，您的新顾客即完成入会手续，成为您的优惠顾客。线上入会工具可以追踪您60天之内新推荐的顾客，记录您发送邀请函给新会员的日期，并观看发送邀请后的状况。请务必在新会员入会当月月底晚上12点前登录官网，确认辅导事业代表是否正确，点选右方栏位的确认细节即可更改。当新会员入会完成后，可在他的我的账户页面中点选会员资料，就可以看到他的会员顾客协议书已经自动储存在系统中，也可点选预备订单，自行修改预备订单内容。快速便捷的线上入会，让你一整天24小时都是最佳的推荐时机。马上列出您的推荐名单，立即拨打电话邀约，让您的推荐零距离，组织飞速大成长。